全联实业总共获得两项 TSAA 的奖项。白发台湾永续行动奖鼓励企业落实环保理念，第三届亚太永续博览会热烈登场，业者们精心打造展览摊位，分享对永续发展的贡献。红萝卜、奇异果，满满的蔬菜水果，没有塑胶袋包住，全都坦诚相见。超市业者力推裸卖减速，还展出生态农作、科技农畜等类别，让民众了解吃对食物也可以爱地球。我们就是希望说扩大这个有机的这个栽种的面积哈，让有机不再是有钱人的一个专利哦。那透过这个量产的方式，让有机的价格能够降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评价有机的一个概念。来到另一摊，小小的空间像是被关进笼子里，这就是笼饲鸡的生活。量贩业者等比例打造，让民众体会经济动物的痛苦。业者也推动食物转型，卖起非笼饲鸡蛋。透过很厉害的设计，当你把头伸进去那样子的一个箱子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能够发挥你的同理心去感受母鸡被困在笼子里面的感受。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用行动去让母鸡自由。今年的亚太永续博览会精彩满满，三天展期，目标要吸引5万人次到场参观。每日新闻陈柏涵台北采访报道。